子也太小了。九零龙娃昨天下班之后把车停到路边了，他今天早上出不来了，路两边全是黄沙啊。我呢挪了两下就出来了，本来这个九零的这个带的离合又不好开，也没多少劲啊，结果现在误住了，过来给救援一下。我都干了快半个小时的活了，他这还没有出来啊，应该一拉就出来了。再往后倒上一点，有点离得太近了。它这斗子也太小了。的话还有还能多少能扣住点劲呢，它这就窄窄的感觉都碰着油缸了。再往后倒一下，能上到路面上之后就差不多了。呀呀呀呀！啊，这就出来了。这两个挖子都没办法会车，他还得到会车平台给我让，不然没办法让了。